里面呢是那个 whisky 那个工厂，里面所有的就是苏格兰的 whisky 里面的东西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虽然我对酒不是很了解，看一下吧。那我们想去的那个 whisky 那个餐厅里面可以试吃试喝的，因为要交每个人交15磅。最后呢，我问了他一下可不可以拍照，他说可以拍照，但是呢不可以摄影，就是 video 是不可以，所以说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就在外面那些纪念品店来逛一下看一下。这些酒挺贵的，外观很漂亮。你有想买的吗？你在跟我讲话吗？对，没有，我看看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在这里真的不是很想拍，但是想给你们看一下这种墓地。怕什么？烂命一条。这个呢，就是那个皇家苏格兰的国家那个画展。刚刚呢，我们从那个后面进去，那个人不给我进。这里才是正门，所以说有点搞混了。刚才他们去帮我买一些可乐啊这类饮料的东西，我真的很渴，因为酒店要3点钟才可以 check in。Oh my god！ 啊，我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逛。他说不可以。背包不可以背在后面，要背在这里，还有只能提着背包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人都很安静，我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录了。你看 Oh my god， 到了那个酒店，其实就是一个 apartment， 要打电话给房东，他会送钥匙过来了。刚刚好巧叫了 Uber， 要不等你看现在，很大的雨啊！我们这次住到海边。我们到了酒店，我刚刚那个人帮我介绍一堆的 information， 这个其实房东是要这样介绍的。我们带你看一下我们的 apartment 先。先这里是一个房间，这房间怎么？O、oh, 不 OK？ 我觉得挺 OK 的。还有一个大海，哇塞！这个就是衣柜啊这些东西。之后呢，这个房间呢还有一个厕所，这厕所棒。之后呢，这个是一个 staff 房间，这 staff 房间呢是放那些零零碎碎的洗衣机啊，有 extra bag 啊这些东西，还有熨斗啊，这个放鞋子。之后呢，到这个房间，这有一个房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拍了，你在拉尿吗？哈哈 ，sorry。这个房间有人在拉尿，好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走，走走走走走。这里又有一个房间，这有一个房间，这又有一个厕所。一共呢，这里是3个房间，还有一个主人房，还有4个房间吧？刚才1、2、3。3个房间，好像3个房间。这里是个 kitchen 有什么呢？ kitchen 呢有那个 microwave， 还有烤箱，这些都生活用品都有，这个刀具啊，各方面的杯啊，这些，还有一个就是洗碗机，你可以洗碗。还有他那个房东还特意给我说，里面的水果你可以吃。好，看完这里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急冻的。 OK，这个就是客厅，那个房东还特别会说，这里有一个 Xbox， 你们晚上可以打 Xbox， 下面是游戏。我觉得这个房东看到我们是年轻人吧。这个都是游戏。之后呢？有人按门铃吗？对，有人按门铃，去开一下吧。这个，
就是一个很大的热门了，可以出去看一下大海。这个呢，整个都是阳台，后面就是一个海景了。这个房东呢，还挺贴心的。如果你有宠物的话呢，这里都可以放宠物。那一条过渡去，直接看到他们，嗨嗨嗨嗨嗨嗨。这个就是我的房间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晚上呢可能出去吃一顿饭，吃顿饭呢之后看一下晚上有什么活动，再打算吧。因为第一天不要走得太累，因为今天我们去了一个叫什么，那个城堡，还有一个博物馆，因为坐了飞机非常累，也可能吃完饭晚上我们就直接回来了，因为太累了。因为之前我坐飞机是4:30吧起床，赶到机场，我非常担心那个我的无人机过不了。后来那个人说无人机是可以飞飞机的，只要你的电池低于100就行了。因为我的 Mavic Pro 是那电池是43嘛，43那个流量就是可以的，说那是可以的。心想哎呀，白惊吓了。 OK， 这个旅程还不错。好，等吃完饭回来再见。好嘞，我先休息一下。这个船真的很舒服啊，他挺热情的。他问我 Where you come from， 我说我就说你来，这房东还不错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酒店啊，或者这次行程的话，你给个赞或分享一下。等一下见。来了一个中餐馆，是网上介绍是非常好吃的，叫西贡，它里面有那个广东的点心啊，还有四川菜啊，就是北方菜啊，还有一些各方面的，就是杂在里面的，也有 buffet 之类的东西。你要想吃什么？香辣软壳蟹。香辣软壳蟹，我现在肚子真的好了。他们在看那个菜单。菜单第一页，你的点心啦。你要什么？香香土匪鸭。香香土匪鸭，这个名字不错。好，手撕鸡。这个手指甲，我能要个凤爪吗？可以啊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我先点菜吧。刚刚呢，我们吃完这个中餐，这个中餐非常棒，但是有点辣。之后呢，我们去了那个附近那个就 Sainsbury 的 local 那里买了一些今天晚上要的夜宵，还有这些喝酒的东西。其实就是放假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喝一喝酒啊，这些东西。他们选的那些什么猪肝啊，呵呵，这个什么泡芙吧，放冰箱。还有他们选的是这个啤酒，我也没有喝过的这个啤酒。这个啤酒是 cider 水果酒，等一下喝一下，先放进去先。哇塞！看一下现在的日落，那个景真的很漂亮。怎么样？这我觉得这个酒店，这个apartment很不错。今天的旅程应该都到这里结束了。明天呢，我们可能要去一下看一下那些苏格兰最有名的那些博物馆嘛，因为还有那条什么皇家那个船，那个船我也没有去过。其实苏格兰很多景点的，你看历史是很好看的。今天我想到这里了，等一下还要喝喝酒啊，和他们聊聊天。好。